The Theatre Company 致命对话。But what has this got to do? Your life has become a bargaining chip. 一个索马里绑匪，一个英国外交官，喺一次挟持事件中展开连场扣人心弦嘅激烈辩论。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界线开始模糊，长期积累的成见开始瓦解。来自肯尼亚的得奖剧作《致命对话》，透过营造一个人民和理性的空间，为现实社会的危机提供了一个剧场式的出口。